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不管你在想什么，我可要打断一下，你那小丫头是带着一身病和我去做交易的，我看出来她好像的确有点发烧。哎，你冷静点，我看她不舒服就只和她谈了十来分钟就让她回家休息去了，一分钟都没耽误。她给你的钱呢？给我。啊，不是吧，这点钱你都要抢吗？哎呀，你还是小心点为好，那小丫头精得很，八成没有和你交实底，你要是查得太紧啊，说不定她一定会溜得远远的，再不和你打照面了。哦对了，你这脚是不是还没有和你那个小妻子说，要不要我帮你代劳啊？廖浩轩，你的旅游可以取消了。别别呀，我再不多嘴了。你呀，感冒还没完全好呢，今天又是周末，你说你急急忙忙到底上哪儿去啊？今天约好去朋友家补习，我这第一次去不能言而无信吧，没事，我会尽快回家的。那我先走了。醒醒，既然父子还愿意教我，那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尽快考得好成绩调研，从林增那儿脱离出来才行，这样的机会可没有第二次了。没找错的话应该就是这里了，请问那个，我正准备敲门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去，傅斯涵是鬼吗？出现的悄无声息吓我一跳。我履行约定过来找你补课了。不是已经吃了药吗？为什么突然难受了起来？头好痛。不能在他面前倒下。怎么不痛啊？难道我没有摔在地上吗？还感觉软软的。你本来就发烧了，今天为什么还要来？我居然摔在了傅斯涵的身上。傅斯涵，你先让我起来。残疾人的力气有这么大吗？你以为你是铁做的？补习放下，你在我家休息完再走。我来这边就是为了尽快补习的，你要是没这个意愿就放我回去吧。傅思涵，你赶紧放。这家伙在吻我。若你执意要学习，我就只能听到你听话为止。不要再戏弄我了，我按照你说的做就是了。老娘的初吻就这么没了？难道傅思涵也是重生过的？怎么个性差异这么大？先来我卧室，过一会儿医生回来，你若是乖乖的，明天就放你回去。这家伙，哼，好女不跟男斗。这位小姐的确是发了高烧，不过因为之前她已经吃了药，所以也没什么大碍，只需要多休息即可，我配一些促进食欲的药好了。看来在病好之前，今天是必须要在傅思涵这里过一晚。